如何呢？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、牡丹满洲，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太武来意春日，最低温10度，在春日最高温26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7度，在雾台最高温26度。高雄桃园那马夏茂林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25度。嘉义阿里山2度到23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-1度，在仁爱乡最高温22度。台中和平最低温4度，最高温22度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2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2度，在尖石最高温24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23度。宜兰大同南澳最低温5度，最高温22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2度。秀林万荣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22度。寿丰丰滨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3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2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1度，在卓溪最高温22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15度到24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3度，在海端最高温23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4度。兰屿地区16到24度。来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2度。